近朋友，上主，你是慈爱的，求你扶允我；你是正义的，求你拯救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已经进入了四旬期，让我们开始在四旬期应做的补赎和去效法主耶稣基督他所在四旬期教导我们的，去守斋，去行哀经，去做我们应做的教会规定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在这台弥撒当中也特别为世界的和平祈祷，为有战争的地方，特别是离失所的人去祈祷，因为四旬期我们要去跟耶稣一起去受苦。所谓的受苦，是让我们清除自己内心深处的私欲，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这台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垂怜我们的软弱，伸出你强有力的援手，保护我们在与邪恶战斗时不致失败。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恩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伊撒利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你若是消除欺压、指手画脚的行为和虚伪的言谈，若把食物施舍给饥饿的人，满足穷人的心愿，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你的阴影将如日中天。上主必要时常引导你，在沙漠中滋润你，使你强壮。你要像水源充足的活源，像永不干涸的水泉。你的后裔将在废墟上重新建造，你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度筑屋。你要称为缺口的修补者，废墟的兴建者。假如你在安息日限制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停滞营业，称安息日为喜乐，是上主可敬的圣日。假如你尊重圣日，不去旅行，不苦心经营或谈论生意，你将在上主内获得喜乐。我要带领你登上全国的高位，使你享受你祖先雅各伯的产业，这是上主亲口说的。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求你指给我那走向你的途径。上主，求你指给我那走向你的途径。上主，求你赐儿福听我，因为我困苦贫穷。求你保护我的灵魂，因为我对你虔诚。求你拯救那仰赖你的仆人。上主，求你指给我那走向你的途径。我的天主，求你怜悯我。上主，我整天呼求你，
求你使你的仆人欢喜，上主，我的心灵仰赖你。上主，求你赐给我那走向你的同去。上主，你实在良善宽仁，以仁慈厚待呼求你的人。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细听我的哀告。上主，求你指引我那走向你的途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上主说：“我绝不喜欢恶人丧亡，我喜欢他们归正，离开邪路，好能生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光荣你。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看见一个税务员，名叫勒位，在税官那里坐着，便对他说：“跟随我吧。”他便舍弃一切，起来跟随了他。勒位在自己家中为耶稣摆设盛宴，有许多税务员和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经师就愤愤不平，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同税务员和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回答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悔改。”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这一句“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悔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一句耶稣所说的至理名言。是的，健康的人不需要看医生，也不需要吃药，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义人，我们中间有义人吗？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天主面前都是罪人，没有人可以自称为义人，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因为人无完人，没有完善的，只有在耶稣内，只有借着耶稣的恩宠，我们才可以被称为义人，才可以被称为完美的人。就像我们教会的那些圣人，他们为什么是圣人？就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耶稣的榜样，效法了耶稣在世的时候为门徒们所宣讲的那些他的道理，而且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跟随了耶稣，做耶稣所要让他们做的事，所以他们被称为义人，被称为圣人。那么四旬期就是一个这个好的时机，让我们去学习教会内那些圣人们，特别去学习圣人们那份灵修的思想，比如说守斋、刻苦、祈祷。不是说我们平常不要做，而是说四旬期是特别注重这些的，特别在这个四旬期的时候，我们要去多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比如说帮助我们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为他们祈祷，为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帮助他们，关心他们。我们教宗方济各在四旬期开始的时候就劝告我们基督徒，要去特别的去把你所关心的人
向他们说，诉说你的关心，把爱说出来。因为在你表达爱的同时，也是给他以安慰。因为现今的社会是一个缺乏爱的一个社会，人们只是把爱当作一句话语，而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在四旬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有行动，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亲朋好友。因为当我们首先把爱放在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体验到的爱分施给我们家庭以外的人。这是现今我们特别需要去做的，去感受的。今天的福音也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耶稣在召叫勒位，也就是麻豆的时候，他是一个公开的罪人，税吏，跟现在的赎罪官员是不一样的。因为麻豆是替罗马人赎罪，所以他被称为公开的罪人。而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经师呢，是自称为义人他们自己称为他们义人，因为他们不为罗马人工作，但是他们真正的行为却是欺诈和压榨他们本国的以色列人，甚至比税吏还税吏。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在四旬期的时候，我们也要看我们的一些行为，我们的一些做法是否跟福音当中的一些耶稣所指责的一些人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改过。我们要学习这个落位，耶稣召叫了他，他就撇下一切，放弃一切，跟随了耶稣跟随了耶稣。所以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因为罪人会悔改，义人不会。因为罪人他知道他自己内心的罪过，所以耶稣在召叫他的时候，他有一种被宽免、被爱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容易去接近耶稣。这就是谦卑。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四旬期也去谦卑我们自己，去聆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四旬期所要做的那些补赎，那些教会要求我们做的祈祷反省做一些守斋或者是行哀经做一些慈善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让我们去谦卑我们自己，来迎接耶稣，效法耶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最后呢，愿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能够通过四旬期的学习反省，我们也能够谦卑自己，来效法耶稣，来学习耶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有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请你接受这赎罪与赞颂的祭献，使我们赖他的功效获得心灵的净化，并求你激发我们的热情，为你慷慨的献身服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愿意我们借着克己苦身向你表示谢恩，压服我们的傲气，并能慷慨诸济贫穷，效法你的温良慈善。因此我们随同众位天使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饼来，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道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请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吴成才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请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请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衔接你光辉的圣容。请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大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和圣神都归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请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有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便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出面是罪者，忙招来复生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上是美，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想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祈祷。上主，我们已饱享了天上的生命之粮，心灵充满活力，但愿今世所领受的圣事有助于我们获取永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你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福音吧。感谢天主。